代的我们这一家彩券大骚动。讲开我几个细路啊，只要有啲钱俾佢啦，就即刻用晒啊！佢都唔识得储钱之道噶。做木匠咁咪好咯，搵嘅钱会多啲噶。如果系搵得比人多嘅，我而家又使乜喺呢啲地方度打工啊？哎呀，你用呢啲地方啊，太过难听啦。哎呀，路上小心啲啊！哦，村上大人，一路上要小心啊！咁我走啦。真系羡慕呢对新婚夫妇。系啊，啊系啦，阿峰夫人啊，你要出去呀？啊，要出去做啲嘢。做冇事嘅屋企人都唔轻松喎。我估咧，佢可能去当嘢。唔知村上大人系咪到而家仲未揾到个官嚟做咧？无论系边一个凡俗都好啊，都因为财政紧张，所以唔会再招人噶啦。讲到底要做官，最后都系要讲个钱字，听讲仲要使成1200两添啊！咪要咁多钱噶？唔使咁惊，好基本常识嚟嘅。我听到都头晕啊！又嚟啦！好新鲜嘅鱼啊，买啦喂！阿峰夫人，是花大人啊，俾你见到真系失礼啦。原来是咁啊，村上大人仲未找到官做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他今天一早就出咗去，希望可以找到啦。是啊，无论落雨定是打风。唔理系咩天气，村上大人都会努力去官邸度试下。虽然我曾经都试过劝佢唔好做官，哦，因为我嘅爸爸佢都系做咗成世穷武士，虽然每日都努力揾官做啊，但系揾唔到不得止，仲挨坏咗身体。村上大人，如果同我爸爸一样嘅话，咁我宁愿做个平凡人算数啦。花大人，你千祈唔好同佢提起啊！放心啦，我有分寸。就系讲啊，就算真系有空位嘅，都系先到先得噶啦。咁又系，真系冇得强求嘅。快啲嚟买翻张啦！大家嚟买张试下啦！客官，买翻张啊！俾两张我，多谢啦。嗱，呢张人穷心不穷。几难挨都唔好丧失斗志，要有希望，永远觉得有机会，咁样生活我哋至会开心嘅。咁我俾翻钱你。唉，唔使，呢个梦就等我送俾你啦，唔好客气，你收咗佢啦。好多谢你啊，花大人，系学组333号。哦，三个三字都几吉利喎，我呢张咧系贵组421号。真系啊！明知唔会中，你仲买翻嚟嘅，有乜所谓啫？做人最紧要有梦想。爸爸，如果中咗有几多钱啊？好似啊，都有成100两噶噃。咁多有100两啊！家 姐，如果中咗，你会买啲咩啊？中咗啊！我会先去月后屋买翻件新和服，再去伊世屋买发簪，再去800善食餐好嘅。咁你呢？如果是我，我好想去京城啊，我要去京城周围见识一下。咁梗系全家去啦，妈妈你呢？吓、啊，我真系唔谂呢啲不切实际嘅嘢啊，费事到时唔中赚自己失望。乜你咁扫兴噶？咁、爸爸呢？啊，你问我啊，我会将大宅院所有人叫翻嚟食一餐好嘅。哎呀，做咩要嘥钱喺呢啲地方、啊？你咁紧张做咩啫？而家又唔系真系中咗奖。哎哟，哎呀，咁又系、啊。爸爸真系好笑。哦，村上大人，
哦，原来是花大人啊。有冇听过阮桥长次郎呢个人啊？冇，我冇听过。阮桥大人真系好犀利，佢日日都会去保卫队长柳生九道大人屋企度等机会嘅，足足三年。自从佢辞咗保卫队长嘅职务之后，又去继任嘅古河氏清大人屋企等，一样系三年。之后再去石川左近大人嘅屋企，同样系去咗三年。前前后后加埋差不多十年啦。好彩到最后都终于出人头地，即系话只要坚持，愿望一定会实现。哦，只要可以实现到愿望，十年又算咩？十年系咁，阿风夫人点算呢？哦，妈，你又话一定唔会中嘅，又嚟睇。我咁做只系以防万一啫。开始未啊，快啲！各位乡亲父老，久等啦！我哋而家就开始抽出今日嘅中奖号码。快啲嚟啦！一百两，一百两。好啦，我而家先开始抽五两。系龟组21号。好嘢！跟住再抽嘅中奖号码又系几多号呢？我估爸爸而家一定系挂住抽奖结果，冇心机做嘢。系啦，好啦，跟住落嚟抽一百两嘅大奖。一百两大奖总共有两个幸运儿，首先系第一个。是學總，是學總，330，9号，只要揸少少添。如果中奖人唔喺现场嘅，可以之后嚟补领翻奖金。好，跟住系最后一个100两嘅号码。是420。1号。啊！中奖人喺度，如果中奖人喺现场嘅，我哋要嚟补领翻奖金。有啊有啊！喂，做咩啊？好，贵组421号，我哋真系中咗100两啊！系100两啊！真系恭喜晒你啊！我哋听人讲，你哋屋企中咗100两，乜你哋咁噶？件事咁开心都唔话俾人听嘅？嚟啦，拎嚟贺你哋噶！哦，花大人简直系神仙啊！结果是人都知道。不如咁啦，夫人啊，请我哋去睇戏啦，好唔好啊？再唔系，请我哋食翻餐好嘅啦。花大人，好，请你将嗰100两借俾我。其实50两都够啦，只要50两就够噶啦。我求下你啊！剩低嗰50两，我自己会谂办法。有100两就可以求官，我求下你啊，花大人。嗯，就算要我跪都可以嘅，只要你肯借50两俾我就得噶啦。求下你啊，你成全我，求下你啊，唔可以借俾你。哦，行开行开。哦。唔好以为你系冇事，所以厚住面皮，大模小样咁行入嚟借钱。冇错，系啊，
我个谂住要借十两咯。唔得，我借先啊！你哋正一蠢材啊，梗系我借先啦、啊。知唔知道我系识花大人最耐噶？你喺度讲咩啊？我同佢交情耐过你。系咁又点啊？我都识咗佢好耐噶。同我行开。我身为武士，低声下气咁求你，你竟然无动于衷。好似你呢种冷酷无情嘅人，你好唔满意咩吓？你要斩咪随便斩。点啊？你唔敢斩我啊？我知唔知点解你唔敢斩我啊？因为穿上你对眼一早已经混浊晒，就系因为你张纸，就系因为呢张咁薄嘅纸，一张咁唔起眼嘅薄纸，令你对眼混浊晒。你哋都系一样啊！老实讲啊，就算我真系肯借五十两俾你，咁啊点啊？咁你系咪有办法即刻做到官啊？呢一层你要珍惜嘅，应该系阿峰夫人佢先至啱。你知唔知啊？佢系为咗你，只将自己嘅衣服拎去当啊！阿峰嘅事唔使你理。村上大人，我唔该你清醒下。你再唔醒觉，我就继续用办法令你清醒翻。我，你做乜嘢啊？停手啊！妈妈啊！喺呢度个个人都好穷，但我哋唔系一直都互相帮助嘅咩？如果冇面试，就咪隔篱屋借。有豉油多咗，就会同其他人一齐分享。而家就为咗钱反目成仇。如果大家要为咗一百两嗌交嘅，咁我情愿唔要呢啲钱啊！其实今次根本就冇人中到奖，只系一场梦嚟啫。大家只系发咗个开心嘅梦啊！好啦，走啦，我都走啦，再见啦，再见。系啦，花大人，在下，你只系发咗一场梦啫，唔好介意。如果花大人嗰日冇咁做，我而家就发咗达，唔使再做嘢啦。讲得啱啊，冇咗一百两太可惜。系啊，真系好可惜啊。有咩可惜？冇乜嘢啊。咁多位早晨啊。阿凤夫人早晨啊。相公啊，快啲啦。相公，你唔系嗌佢大人嘅咩？相公。村上大人你啊，请大家以后唔好叫我做大人啦。睇嚟你已经放弃做官啦喎。啊，与其成世做冇出息嘅武士，倒不如做平民，好好咁生活落去仲好啦。阿峰都赞成咁做嘅。我村上兵九郎一定要重新嚟过，咁亦系为咗我哋即将出世嘅骨肉而着想嘅。原来你有喜啊！恭喜晒你啊！总之咧，为咗佢哋，以后我一定会尽力奋斗啊！村上大人仍然同武士一样，你好有型啊！都话咗唔好再叫我做大人咯。叫你阿村啦。吓！江湖城今日天气继续咁好，美女厨神。最美丽美食教室，今日教你嘅健康美食系明女士充满光彩嘅龙肉豆汤。材料系四人份量，请准备好以下嘅材料先啦。大家准备好未呀？准备好就开始噶啦。首先将山药磨成蓉，记住磨蓉之前要去咗皮先，仲要浸喺醋里边，咁就唔会令只手觉得痕噶啦。之后就哆来咪发嗦。将豆浆同面豉搅埋一齐，要搅到冇面豉粒为止。
跟住咧，将扣咗面豉嘅豆浆倒入山药蓉嗰度，继续将佢哋搅匀。最后咧，将佢倒落个碗度，然后渗一啲切细咗嘅紫菜丝，完成噶啦。山药有促进肠胃消化功能，所以山药对改善便秘症状好有效噶。仲有喺豆浆里面含有大豆异黄酮，可以预防骨质疏松。另外仲有改善更年期不适嘅现象，好有效噶。饮咗佢，你就可以变得美丽，话唔定得噶。就咁饮好好味，如果大家送饭嚟食，一样系好好味噶。大家记住，一定要试下。悲しい時はいつでも私の胸に飛び込んで。